中心国分会。Thank you.
哇塞，真是太感动了！可以再听一下安口曲吗？薛姨，你那么想听吗？那我唱给你听好了。当想的爱，你总是会沦入心扉。不好吧？会沦。嘿嘿，冷静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样下去我怕附近的住户会出来抗议了。
啊啊我们根本不给面子。对啊，我发誓明年我一定要站在这个台上唱给大家听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好、啊，你说的。那看起来台下的人很给你面子。对啊，对啊，都是你们不给我面子。好吧，那既然这样。